要捡垃圾超怪，记者会七分钟就想哭哭。不要再捡东西了。明天来到现场的粉丝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啊！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的？请让我帮你拿，我帮你拿。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拿。真的好，你拿吧。非常的。大家好，我是朱宝剑，好，我想念你们。안녕하세요박보검입니다보고싶었습니다대만에어느덧네번째방문인것같아요네저의첫번째인생에있어서팬미팅을했던곳이기도했고그리고또해외광고대만에서찍어진라인페이라고이렇게언급을해보는지모르겠지만광고촬영도처음으로했었고그리고17년도에는또함께 OAPD 를함께보냈었고그리고또오늘이번에좋은날을함께보낼수있게돼서정말기쁘고설레이고그때 다시꼭됐으면좋겠다고약속했었는데약속을지켜주시고저도또한지켜주셔서너무행복합니다我要哭了저도그날이빨리오기를기다렸는데이렇게다시만나뵐수있어서설레이고또기쁜마음입니다我也是一直心想说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才刚开始。宝剑第四次来台，有个东西他很想念。솔직하게말해도되는거죠야시장에서먹었던큐브스테이크가정말맛있었어요你们有没有会煮骰子牛排啊？啊，他们都会煮。아니요아니요아니요不用哦，不用不用不用。저도먹었었어요明天的活动节目内容应该也升级哦。비밀인데어아이터치는있습니다全部吗네是的你知道南港展览馆有多大吗可以容纳几千人呢